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常常在诊间里面呢、最主要我们是在局部跟他打一点点药物。这个药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一个有点像蟹足肿啊，就是这个疤痕啊比较肥厚啊，所以除了外观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受以外，所以最重要是局部它会有一些疼痛不舒服，甚至于痒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打上这个药物以后啊，基本上它会慢慢萎缩啊。好，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药物也几乎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不过会有一个有时候会造成妇女朋友的一个困扰，就是经期啊稍微会受到一点影响。那为什么这样子？那打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吗？理由到底在哪里？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报告。谈到女性朋友，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蛮伟大的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啊身负着当然不一定是她了，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来代表，这个身负着国家兴亡啊，不是匹夫啊，这个是女中丈夫有责啊，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何帆呢、这个汉朝啊，大家不要想到汉朝就想到哇汉武帝啊，好像气势万千啊，这个国势有时候也是比较弱，所以这个匈奴相对就比较强盛啊，常常来骚扰，那怎么样子去把这个稳定下来，有时候要靠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匈奴王啊来求婚啊，这个当时的一个汉元帝啊，那就选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个王昭君去好了。王昭君去啊，那结果王昭君要决定要去何番前，就来觐见他，召见这个汉元帝，召见一看以后啊，他说这个长得是这样子啊，可是他原来的相册里面呢、大概是这样子啊，这当然不是对毕卡索不尊敬的意思啊，就是两个差异很大、为什么这样子啊？所以他、这个元帝啊就有点点懊悔，原来后宫中最漂亮的是王昭君啊，结果这个画工给他的一个画册里面，他因为不是每个都看到过，这个王昭君长得是这样子啊，结果当然很后悔啊，可是这个国王啊，这个一诺千金啊，不能随便更动，就只好就这样子啊，把王昭君送到这个这个匈奴这个地方去啊。那后来大家可想而知啊，这个画工的下场是怎么样？就是帮忙把这些后宫粉黛的这个容颜把它记录下来的这个毛延寿，后来就被杀掉。所以啊，这个画要画的精准一点。其实他不是画不精准，他画得很精准。最主要是王昭君他自己认为说，他长得颇具这样的一个才势啊，容颜也是相当的讨好、所以他不愿意去贿赂这个画工，所以啊，结果他就把他画成这样子。所以这个政治纷乱的一个情形啊，在后宫中也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好，他嫁到匈奴去以后，大家想，他就引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这个典章制度等等，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其实啊，很重要一个，他后来就怀孕了，到匈奴去以后，这确实是何番的，生下一男两女啊，这个也对确实稳定边界的一个不安呢、有发挥。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不一定是男生女生的一个对历史上的一个帮忙啊，也是啊让人家印象深刻。好，提到那个时候的怀孕怎么知道她怀孕？当然肚子大起来确实是知道啊，如果肚子还没大之前呢，有没有点征象？其实在埃及时代，古埃及时代竟然是什么，如果女生怀疑怀孕的话，那么把她的小便尿尿放尿液放在这个小麦上如果小麦上面发芽的话，大概会生男的；大麦上面会发芽的话，生女的。那如果大小麦都发芽，那会不会生一个龙凤胎？这个显然的这个方面的科学的一个证据是非常薄弱的。好，到了中世纪以后啊，中世纪也就在16世纪左右，大家知道那时候啊，最主要尿液透过它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微观然后这个。眼观然后甚至于闻一闻，可以得到出很多疾病的一个诊断出来。所以他们那时候讲说，如果尿液呈现透明淡柠檬色，哇，透明淡柠檬色，这不是卖什么饮料的意思啊，这个尿液是这样子，然后上面还有
覆盖一层云雾状的物质，那是表示女生怀孕，这简直跟哲学差不多，这是根本跟医学实在离得很远了、啊、所以表示啊，在早期的医学里面呢，根本就是瞎蒙的，用猜的。到了20世纪初期以后，才开始有所谓的生物试剂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不是真正生物试剂，用生物反应来测量出、推测出这个女生是怀孕的。什么方式啊？他就是把那个怀疑怀孕女子的尿液啊，打到这个小鼠还没有女的这个母的这个小老鼠腹腔里面，结果这个母老鼠啊会排卵的话，哎，这个表示确实这是荷尔蒙的刺激反应啊，这就比较有科学的论证啊。那可是这个还要杀老鼠啊，这个很复杂，所以他后来才慢慢有这个试纸试剂啊。所以现在要知道怀孕很简单的事情，以前呢、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这个以前没有多久以前呢、啊，一个世纪以前呢、啊，人类都是在懵懂中啊来解释很多的一个现象。好，那这个经期的一个状况，当然大家知道，如果怀孕这就没有这个 MC 啊，那当然这是可以理解。不过有时候没有是一个很大困扰，不规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不规则，那或者是量很多，像这个大家哥比较知道的，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它长的位置如果靠近内膜的话，那么当然比较容易引起出血的一个问题，这个量可能会多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不规则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有时候它就跟某一些的一个疾病有关系啊，这个是困扰着许许多多女性朋友。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它是蛮显眼的，然后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很大。那最主要的一些理由，当然卵巢本身，譬如说这是多发性的囊肿，意思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卵巢里面，它卵子到成熟的时候它会变大，然后再释放出去啊，到我们的这个腹腔，然后再到输卵管，再到子宫里面去啊。但是呢，它有一些不晓得什么样的因素啊，造成这个卵巢里面囊肿很多，这会引起荷尔蒙的一个不平衡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影响不止在这里，它当然也会影响到子宫内膜来，所以也会引起这个不规则出血的这个状况。但是这个基本上临床还有其他的一个症状啊，这个经期的不规则以外，这个譬如说毛这个皮肤的一个长那个女生比较不会有那么粗的一个毛的一个现象，生长的现象的时候，它会出现啊等等，这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另外的一些参考。那当然局部在这个譬如说子宫啊、子宫内膜啊，这方面的一些肿瘤，它也有可能引起这样的一个不规则出血的状况，或者是在腹腔底部的这个骨盆腔的一个感染，它也有可能间接的刺激啊，引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不过这其实占的比例啊，事实上都是蛮低的。全身的症状也是另外一个要考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全身譬如说甲状腺它的功能的低下，或者是说我们脑下垂体的功能的一些影响，或者是说糖尿病啊、这个红斑性狼疮啊等等这些问题，全身性的疾病，它不会只影响在局部这个器官，它也可能引起这个不规则的这个状况产生出来啊。另外，刚刚提到的药物的影响，像这样的一个药物，其实它里面含有非常微量的类固醇啊，但是它就可能引起啊这样稍微的一个不规则。不过这个不需要惶恐，这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啊。不过这还不是最多，最多是什么？压力，压力是最多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看到一个人，绝对不要只看一个器官，它是一个综合面整体的这个状况。所以这样的一个规则不规则啊，那有时候譬如说怀孕相关也会引起这个问题，或者是避孕药等等的使用也会引起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在一个比较小的青少年，或者是已经停经后发生这种不规则的状况，那就要赶快看医师啊。所以这个规则还是比较好，所以在什么时间讲什么样的话，恐怕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